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庞豆豆，来自辽宁鞍山。大家好，我叫孙小雨，来自辽宁鞍山。大家好，我叫何子萌，我来自辽宁鞍山。大家好，我叫魏萌，我来自辽宁鞍山。大家好，我叫王鹏璐，来自辽宁鞍山。大家好，我叫严世宇，我们都来自辽宁鞍山，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欧耶！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我们想多多卖点苹果，多挣点钱嘛，然后好回家照顾我的爸爸。你们爸爸可真够能生的，生六个。不是的，因为我们都是被父母抛弃的，我们是被一个爸爸收养的。那你们今天来是向你们的这个养父告白？对的。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告白呢？在生活当中不可以说吗？因为我们都很了解爸爸嘛，如果我要说的话，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自己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偷偷的跑出来了。你们说到这儿来向郑爸爸告白，而且还希望卖苹果挣更多的钱，这跟告白有关系吗？因为郑爸爸得了癌症。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爸爸了。郑爸爸还有其他的孩子吗？我们的郑爸爸赞助收养，陆陆续续收养了600多个学生。你们只是其中的1%。对。郑爸爸自己有孩子吗？郑爸爸自己也有孩子，但是因为郑爸爸收养我们，他的家人都离开了他。所以你们特别心疼郑爸爸是吗？是的。爸爸每天的水果店都要24小时不停的工作，爸爸都不休息一下，爸爸现在还患了癌症，爸爸的年纪大了，我们可以为爸爸撑起一片天，让爸爸享享清福了。孩子们口中的郑爸爸是辽宁鞍山80年代有名的水果大王郑百万，可是自从收养被父母遗弃的孩子，老郑的经济逐渐陷入困顿。在诊患癌症之后，为了节约每一分钱，老郑还是偷偷地吃孩子们的剩菜剩饭，几乎每天20个小时的工作。孩子们屡次劝说郑爸爸注意饮食和休息，都没有结果，所以背着老郑悄悄来到告白的舞台。为了帮助这群未成年的孩子，我们凌晨时分来到鞍山，老郑还在搬运第二天的水果。行，就这样吧。那么老郑在得知孩子们的意图后，会来到现场接受他们的告白吗？我们看看今天郑爸爸会不会来。好吧，见了郑爸爸之后，我们来问问他目前的情况怎样。来，你们选出一位去开启告白之门好吗？谁去？来，面对着我问你几个问题。郑爸爸今天会来吗？会的，因为爸爸很爱我们。很显然，这郑爸爸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老婆孩子都走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来。他如果不来你怎么办？不会的，爸爸肯定会来的。如果他来了不接受你的告白呢？不希望你们现在出去卖苹果呢？我们会努力让爸爸接受的，因为我们长大了。来，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4、3、2、1，请按键。
健康。真的吗？多好！你看我这身体非常好。爸爸，你好什么？自己得病了，都不会自己买点药，为了省钱。你刚才说爸爸是什么癌症来着？肠癌。做了手术吗，老郑？做了手术。那现在还在治疗过程当中吗？我现在也不吃药，也不打针，什么也不吃。现在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正常。现在真的吗？现在各项身体指标都正常吗？都正常啊，非常好。是这样吗，孩子们？爸爸，你就不要再逞强了。你做过手术之后，连一次药都没有买过。说实话，老郑，身子好了才能帮助更多的孩子。我刚才听这些孩子们说，你收养了600多个孩子。我收养孩子差不多有25、26年了，他们有孤儿，有残疾孩子，有离异的，连收养助养自助一共有好几百孩子。我听孩子们说，你以前是当地有名的水果大王郑百万，那是多少年的事儿了？86年、87年的。那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我这水果超市效益挺好的。现在我爸爸很辛苦，每天都24小时工作，才一年挣10几万。那你为什么要24小时不分节假日的这样经营呢？为什么呢？也就是拼命挣点钱吧，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我看你老郑性格挺好的，你的妻子和孩子为什么会离你而去呢？他想过一个平静的生活，是我打破了这个家庭，破坏了家庭。如果我的妻子在电视机前能看到的话，我向我妻子说一声对不起，我的妻子。那你孩子呢？让我妻子领走了。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亲生女儿。爸爸向你说一声，爸爸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亲生女儿。你完全没有必要对不起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你看你收养了这么多孩子，个个漂漂亮亮，健健康康，你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照顾好，但为什么你偏偏选择了不顾自己的家庭，而去收养了众多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我童年时代是非常苦的，冬天我没有棉衣棉裤棉鞋，我的老师给我买来了棉鞋，又亲自给我穿在脚上。我那时候我就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回报我的教育金老师，我一定要让这些贫困的孩子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没有饭吃，没有书念。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有人都像老郑一样，当然值得赞美，但是我觉得如果都像老郑这样的话，他们的家人怎么办？我个人是赞同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再以自己的多余的力量去照顾社会的劳苦大众，或者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但是毫无疑问，老郑的这种行为我是做不到的，很敬佩你。6个孩子来今天要向你告白，想跟你说说心里话，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他们。好，接下来是孩子们的告白时间。Just always staying on the move.
They ain't looking inside for their needs in life. They wanna be liked by everybody in sight. But trust me, being free ain't spotlights. No, it's long nights and it's long fights with yourself all the time to get your mind right. But if you put in the work, you can find the light, alright. I'll do anything that I feel like I wanna do. I'm living life like I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No end in sight, just always staying on the move. I'll go all night if that's just what I gotta do. Life's too short to care about what you can't afford. Memories are in what you explore. So just don't be ignored. Go ask for more, go ask for mor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guide, follow lights, take me where I wanna visit. Are you alive? Or just breathing? Cause I've been living life right like I could just die any minute. Going for a ride down the side, PCH, country limit. I don't need a guide, follow lights, take me where I wanna visit. Are you alive?体西区九街口，我希望有很多有爱心的人能够去你水果店给你买爱心水果。谢谢。还有你刚才对着镜头向别人鞠躬，我觉得你这种无私的奉献是值得我去敬意的，我要深深的给你鞠一躬。我也谢谢你能理解我，谢谢。李家里包一天的水果，好，可以吗？可以，谢谢。你不要老用一己之力来扛这么多的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社会、国家、政府大家共同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此呼吁我在辽宁鞍山的这些以前的学员朋友们来多多照顾我们老郑的水果摊，也来照顾这些孩子们共同成长，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谢谢这位嘉宾。前面被你帮助过的600个小孩子，他们应该要回来帮助郑爸爸了。有吗？以前的帮助的孩子有回来照顾的吗？有啊、我收养、资助、助养这些孩子，他们都非常好。研究生毕业的也很多，还有很多结婚了。我现在啊，也荣幸地当上了爷爷了。家里有很多义工去帮我去卖货去，我现在生活的非常幸福。特别是啊，我看到受资助的这些孩子脸上的笑容时，老郑感觉到付出的也值了。我最后还想借着借此机会吧，感谢。